原标题，当年民国的勋章有哪些，都在这里的1941年，国民政府颁布了勋章条例，后来历经多次修整。当时中华民国勋章种类中，文职勋章有五种，军职勋章有六种，此外还有为空军设的大同勋章、河图勋章、洛书勋章、甘仁勋章、复兴荣誉勋章、文职勋章、彩玉大勋章、中兴培育治国徽。1933年二月颁行，为国家元首佩戴，得特赠友邦元首、中山勋章。正章中兴为孙中山先生意向，副章中兴为三民主义一书。1941年二月颁行，颁授对象为统筹大计、安定国家者、意赞中书、弥平祸乱者，以及对于建国事业有特殊勋劳者。中正勋章，正章中兴为中正二字，副章中兴为民国宪法。1980年一月颁行，颁授对象为对实践三民主义有特殊成就者、对复兴中华文化有特殊表现者。青云勋章，中兴为青云，青与庆古字通用，庆云象征祥瑞之云。1941年二月颁行，分一至九等，一、二、三等大寿，四、五等领寿，六、七等金寿复勋表，八、九等金寿。颁授对象，对政务者有勋劳之公务员，及对社会贡献卓著之非公务员或外籍人士。景星勋章，中兴为五角星形图案，景星由颜得星也。1941年二月颁行，分一至九等，受领方式与青云勋章相同，颁授对象与青云勋章相同。军职勋章、国光勋章，中兴为威武鹰阳图案，四周为光芒。1938年二月施行，颁授汉御外侮、保卫国家、这有特殊战功的军人青天白日勋章，中心为青天白日国徽，四周为光芒。1929年五月颁行，颁授汉御外侮、保卫国家、战功卓著的军人宝鼎勋章，中心为宝鼎，四周为光芒。1929年五月颁行，分一至九等，一、二、三等大寿，四、五等领寿，六、七等金寿复勋表，八、九等金寿。颁授汉与外侮或震慑内乱，这有战功之军人及对战士，见有勋功之非军人或外籍人士，中有勋章，中心为古战士出战图，四周为光芒。1944年九月颁行，颁授汉御外侮、英勇作战、负伤不退或临危指挥战斗因而制胜的军人云辉勋章，中心为杏黄旗矗立云霄图，四周为光芒。1935年六月颁行，分一至九等，受领方式与宝鼎勋章相同，颁授对国家建有勋绩或震慑内乱、这有功绩之军人及对战士有勋功之非军人或外籍人士，中勤勋章，中心为书和戒，代表与文云武云为能之意，四中红色者为火，表示热情。1944年九月颁行，颁授连续服现役十年以上、成绩优异、足资楷模之军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